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个肩膀活动打开的武术动作，一二这样一个动作，完整的叫五龙盘打，也叫瀑布轮拍。打开脚，抡右臂啊，上下腰直起来啊，它有左有右，手伸直啊，那么呢也叫风火轮打开，手臂伸直打开。那么平常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，可以啊，第一个发力很重要，第一个走就做完了。好了，我们练习了右边，我们要练习左边，为了达到身体的平衡，一二啊啊，拉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平常在练习这些时候，你会发现练完了之后手会充血，整个手肩膀会非常灵活。从慢慢到快的这样一个过程，左边同样啊，左边也是同样。做完了这些，我们会加一些身体啊惯性类的动作啊，这就是我们常常练习的一些武术基础动作。